敌对也砸，敌对我拿那个钻石砸你，钻石剑砸你。为什么有人中毒啊？不要吃腐肉啊，孩子，孩子，我分你一块牛排，我也很少。好可怜哦，饿到只能吃腐肉，干嘛啦？别想。饥饿啦，饥饿啦，太可怜了。你想，我们是有钱人啊，对不对？吃什么腐肉？上去打北极熊啊，就有牛排吃了，不是牛排啊，哇，就有鱼肉吃熊了，牌，鱼肉啊，鱼肉。你想，我有更多黄金呢。天哪，这个黄金真的超多哎！我已经有47个黄金了。我果然闻到了，闻到钻石的味道了。我比较想要闻到钻石装的味道。嗯 不要，你想怎么样？去挖点钻石装啊！有疑问吗？没有没有，没有，所以是可以。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你想要怎么哎样都可哎哎，以。队友把我的水给堵掉了，有八级！我的水！在挖地上啊，挖地上，你不要这样放了，做无限水。我一桶，我还一桶水。你说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不要乱吐水。扎进去，扎进去。来看看我们走到哪里去了。10769。-1-1-1-4-8-2-4-8，这里就大洞窟哦，你只要挖到附近，条条大路通我们家啊，拜托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里整块地都是我们的啦。大伙们，不要再往前挖了，前面是他们的领土。对啊，整个都是我们的领土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都已经不想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人要聚集起来。我就在我抱的那位置不动了，因为再挖没什么用意啊。我们要搞点附魔啊，不然大家都已经有铁装了，对不对？我的这个部队都已经铁装了，铁骑兵，对啊，不得了啊！要升兵工厂啦！有皮革的，有甘蔗的，有苹果的，通通来。就都没有人来，都会来了，不然你来啊！我去干嘛？我已经去找你2次了。又不是你找我，是我找你。好，我很开心。要攻，你怎么什么都有啊？哎，有那个啊，橡木树苗也可以种啊。可以种苹果，大家不要看着我发呆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不得了啊！要怎么用悄悄话啊？没有人在用悄悄话的，有什么就直接讲哦。可是没种啊！没有，我们都是直接讲的。你有没有嘴巴？你要用悄 悄我话有，就不能讲话，好哦，对？你要讲话就不能用悄悄话。哎呦，嘣，爆好。炸！身为队长，对不对？还在那边小家子气干嘛？我们在为这宇宙。直接讲出来哦，想做啥就讲。没事。没有，我想要铁镐，哎，可你是不我是有们没有撰木稿？头。
你撰稿挖到爆吗？还是你给队友了？我没有撰稿啊。啊，不是说拿钻石装全套？好、哦，可以拿稿子啊。稿子也让你啊，你是，哦，你是谁？你是冠军呢、欸，我哪敢好意思不谢谢。给你啊？那我拿个撰稿了，谢谢。啊，不要洗屏哦，那洗屏的可警以告拿一钻支。斧吗？可以啊，钻剑都可真以的啊，假的？就是全部哦。都给你，都给你，供小不马，要你而人好已。好哦。你冠军呢、欸？我哪好意思不给你啊？那我可以拿指南针吗？那拿指南针干嘛啦？我指南针不能，现在拿个钻石出。拿拿拿！哇，那么好。冠军呢、欸？我等下禁那止我也要你，拿还钻得石了？铲，谢谢。拿拿拿！啰嗦死我，了！好好好，我等下就去抖内你。来，钻锄、钻铲都拿去。对，等下我们这些都有了，好不好？可恶，人好好。哎呀，我们就在这里慢慢等队友来。我们在，哎，你又，我们可以拿火把吗？哇塞，这里是不行啊，自己去弄哦。好这里险大哦！地方哎，哦，这里我好像知道，这好像就是峰哥当年在这里驿哦，站。中心树吗？不是啦，这一哦，关你这又一不集知没有道。封中心树哦。对啊，就这里超多矿的啊。哦，队友，队友，队友，退后，退后，你退后，你退后，交给我。easy，会。哎，红萝卜，红萝卜，吃吃吃吃吃。想要红萝卜怎么办？哎，打僵尸就红萝卜啦，拜托。啊，肚子饿的打僵尸啊。哎，真的啊，我们需要苹果树啊。干嘛一直挥我啊？那干嘛？我看看，我现在哪个？黄金真超多的欸！我们要把哪里当根据地啊？一宿一宿，不挖了不挖了，挖累了，刚好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是。不小心走上来了，迷路了，迷路了。我们的根据地在哪？是你吗？你的根据地吗？啊，是，哎，是吗？哎，又绕一圈了，啊，我迷路了啊，我这边就是根据地了啊，10776，17148，248。哦，不是负时期啊，正时期啊。对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们来弄那个，弄什么？附魔啊，搞附魔啊！还有人，我操，没有铁装，还是剩一滴血，那就扣人呢。快点啊，负十七在地堡下面。那个苹果呢？树苗呢？来，我做一个宝箱给大家，不得了啊！宝箱，宝箱。皮革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哦，南瓜头，哇，这银锭，杉木树苗，甘蔗，甘蔗，哎、欸，要啊，要5颗钻呢、欸，哎、欸，4颗，哇塞，差一颗，还是有人已经有撰稿了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然后那个不是说有橡木树苗的，去种个，去种个。有人在岩浆里面游泳了，哼！天哪，真假的？我的队友，啊，这个，嗯，没有办法。而且我刚刚还把钻石都丢给他，那，救命！要撰稿。去挖，去挖，黑曜石啊！去挖4颗，去，交给你啊！还有人拿钻石衣服，奢侈的家伙。剩下半个不用紧张啊，就是橡木素描。刚刚不是有一个队友说有橡木素描吗？他没有过来吗？
这边种橡木树啊，他死了吗？他死了，那橡木树苗都死了。那我们就虾米龙膜，我们就没有苹果树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不然就是之后回地表啊！我们黄金这么多哎、欸，拜托，这么多！嘿，一滴血，我看你就不要穿装备了。来，我们等队友把那个黑曜石挖回来。然后大家搞搞附魔，你有没有更多青金石？在干嘛？你们想要钓鱼是不是？这水流放的莫名其妙，我帮你们放个。水流不见了。有。甘蔗有，甘蔗有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，皮哥也有，都有。南瓜头，南瓜头，带一个，带一个。把那个黑曜石放到箱子里就没问题了。一手，子平，如何啊？嗯？你们的状况啊？状况还不赖，刚损失了几颗钻石，目前尚可。我还有队友要饿死了，你队友要饿死了，我放一块牛排在箱子里，你怎么不把你的牛排分给他们了？我牛排也不多啦。哎呦，输两颗钻，有啦。噔噔噔噔噔，附魔台！哇，你们居然有附魔台！可惜南瓜不能吃。完了，他们有附魔台。附魔台还好啦，小小附魔台而已。你这场机也没办法拿到什么剑石，因为没有鸡啊，没有羽毛。有毛？怎么什么都有啊？你们什么都有？百宝袋哦！有毛哎、欸！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有剑石，放一下那个箱子里。有两根羽毛，这是百宝袋。哦，箱子为什么要放一些垃圾？气死！钓鱼。这是垃圾鱼池，这样才可以钓到垃圾鱼。还有那个、欸，放一个浮游在箱子，太那个了吧？现在很顺了吧？现在算顺了，那个0.12秒而已。大家还有青金石吗？现在也没了。喂，我觉得等一下要去立表，才有机会寻觅苹果。虽然我觉得也是很难。还有青金石吗？我还想要两个青金石哦。哦，够多了，这样我够了。牛鱼青金石，我拿到8个，我弄完就给你们。哎，小妈，冲啥？我刚刚偷偷上去砍木头啦！关我屁事！可恶！关我屁事！
防弹，有了保护，哎，多三个青金石，合力合力，铁都给你们啦，你们要冲更高的保护就给你们冲啊，嗯，黄金你们等一下记得拿一下，我身上也有一组了，一组黄金，不得了。有人说有往上面挖的路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哪一条？哪一条？有人要上去吗？带一下，带一下。要上去了，带路，带路，我们就去地表找 Apple。我身上怎么？我记得大家现在我跟你讲，不要去地表哦，他们要出动了。这边我跟你讲。嗯，我会魔法哎、欸！你为什么魔法？我站着不动，然后我的钻石就越来越多了。嗯、怎么可能？